你个臭牵红线，怎么样才能理解成功？找男人。你出来。你干什么？你把衣服穿回去。我不就打了你们一下吗？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我们城主府就是这个规矩。简直太没天理了！我告诉你，我既然娶了你，你就得对我一心一意。城主，你最近对风夫人格外关注呀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就不是人，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起来，跟我走。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沈玉川，你简直就是我的克星。男人嘛，都是吃软不吃硬的。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好走不送啊！哎，我给他来个重口味，让他生不如死。城主要是知道，他会不会生气啊？把他带下去。沈玉川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时局纷乱，过岭不安全，有我护着你。我喜欢的人不是我的真命天子，我还能理解成功吗？何为喜欢？心心念念便为喜欢。如果记恨一个人呢？无爱便无恨。我喜欢的人不是我的真命天子，我还能理解成功吗？你与他有宿世姻缘，只是你们每一世都无法修成正果。你啊，收好这根红线，找到你的如意郎君，并且谈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记住他，千万不要爱上他。来世，我只愿做一个平凡的女子，与你相守。若无法与他相守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爱情向来是两情相悦，当你卑微讨好去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失去了被爱的机会。我沈玉川却无法左右自己的婚姻大事。过去阿莲，我不懂得人世间情为何物。不管你是人还是神，你的每一世我都会等你的。你愿意跟我重新开始吗？